感恩大姐啊，感恩悟道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来来来，我发可是没干，我没有做出。不，你烧火了，你烧火了。还得感谢九哥，没有这么好的鸡，我也做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、啊，没有这么好的鸡，这这都，就大盆鸡，这家伙真好。这么大，你吃一下这鱼挺好的。他又来了，还出毛病。这个鱼不错吧？不错。他看着苗苗了不？看到苗苗了。我给你放了。哦。他是闻见饭味儿了。要热的它更香。对啊，闭住嘴啊！好，它不吱声了，放心吧。哎，那怎么还老哎呀？你怎么天天吃的稀里哗啦的？听你们行。咱们天天一锅出吃了大半年了，没吃过这些。这个米饭稍微亮会儿就没这么亮了。对，打开亮，打开盖稍微跑会儿气儿。这些鱼，咱说心话，咱就是买回来咱也不做，你也不认识呀、啊，你买时候，你不知道哪个鱼。你主要不知道好。人家鱼回来还扒皮呢，要给我回来直接炖了。皮也白断。嗯。这个。什么鱼？来，给我来个塔马鱼。从南边来的两个塔马。嗯。手里拎的五个塔马。嗯。就是这个塔马鱼。嗯。打南边来个喇叭，手里拎着五斤塔马。嗯。打北边来个哑巴，手里拿着个喇叭。打喇叭的哑巴要换迪塔妈的喇嘛的手里的塔嘛，就是要换这个，就要换这个。然后呢，那个说这个说不上来的这个怎么接的，这个喇嘛不愿意呀、啊，他不换呢，应该再换回去，就说不出来了。对。宝宝，你没放吗？嗯，他这还放了那个西红柿啊，西红柿土豆，这是新疆的做法，里边有辣子，有土豆，有西红柿，这辣椒就更香。嗯，对，应该搁辣子，他也搁，还有鸡，辣椒、土豆、辣椒、西红柿和鸡，葱头、葱姜蒜，嗯，炝锅，然后搁两勺面酱。就咱炸好的那个酱，嗯，应该拿这个新面，我这不拿出一袋面酱，嗯，应该拿这个酱拿油炸，咱这不整油炸完的吗？直接搁这两勺炸酱，然后还应该搁料酒，咱也没搁别的酒，哎，以后就这么吃的，这不就是新疆大盘鸡吗？就是大盘鸡，但新疆大盘鸡还辣，这比那天那个熬汤的好吃，对，嗯。那香叶蘑菇呢，也是感觉好吃，那个是鲜味儿浓的那个。哎，这个香，那个喝汤好，这个吃肉香。对，那个喝汤好，这个吃肉香。那个喝那汤多鲜呢啊！鲜，我那汤都喝了两碗。哎，他感觉还是这个好。今晚上我本来都不准备吃多少。看我盛饭盛没点点是啊，这一吃这么好吃，还得尝，再干一碗，还得尝。嗯，你以为我们去那边买的烤肠，自个儿烤的？那我以为你是从那边买的呢。烤肠太专业。嗯。明天别烤了，回咱还买。不行，明天车给我，我那就出去买去。这个是在哪儿买的？这个哪块？就这个超市。就这个超市。
就我买的那个纸，哎，对，我就在那儿买的。多少钱？那你不说，不贵，不知道多少钱。不贵，不知道多少钱，等于没说嘛，这。要这样吃饭吗？你说有这样过日子的吗？不贵，多钱一斤？不知道。来，对，我哎，等，我来点汤。早美来，我们来汤是最好。咱们来这儿呢，这个汤啊，泡的饭倍儿美，这个。哎呦，我不是这个。鸡爪子给我，给我。买了都一直放冰箱了。对，那都热做。哎，你来吧。早买了，多少钱不能？这个鱼的肉有点像沙丁鱼，有那么点感觉。我吃的一样。这个我不行，我再整点汤。你看这个鱼的刺手。就中间这一溜。对，那这要是热的，这个鱼吃的太香了。刚炸出来是吧？对。你像炸鱼，它就是趁热吃的。下次来吧，下次咱吃饭时候不炸鱼了。来吧，举杯吧，朋友，举杯吧，朋友。来吧。对。来吧，干了！干了！那个是美声。下次咱们平时吃的玩的，炸一个吃个三个。对，那行。